昨天还可以几点点，今天点儿都没有做。幸好骑的水接起了，关键是冲厕所那些没么子水，骑的水不能浪费噻。骑的水只有那么一黄缸，那么黄缸最多用两天。那洗脸呢？我今天头，我想洗下头都没水。去挑点水回来冲厕所、洗头的洗脸嘛。一到冬天我们那里都停水，好麻烦的。你们那个地方说起那么平，它啷个那么缺水也好？你们是坝子上的吗？我们那里在以前来说。比那些大山里面来说，我们那是称为坝子，那是一般的那个像那山里头那些没娃儿是想嫁到我们坝子上来。其实整条水回来那个洗脸的那个烟塘里头，我最主要是晒得嘛，洗脸也晒得嘛，是七楼，我们也好上。没得呀，阿达去挑。阿达还没稳呢，要去三点才来了。那唐同志去打一通回去洗脸得行不？要先挑东西洗脸嘛，要整厕所了行。敲完了敲，新的呀，来来，爸爸。那个水井那个水井没的，水井没的。嗯。那在烟囱挑，烟囱我挑一挑回来冲厕所。骑着水桶用车拖，那个原因很大的。我挑一下起码要40分钟。多少小时？对。那挑的划不来噻，车子好难划来是吧？你挑一下准准了，把那点往前拖。三十岁多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刚刚刚回来，刚，那个桶啥？因为桶了，只有那个桶有盖子嘛，盖起噻。那桶啊，那个胶子桶，嗯，那个到了水荒的季节了。明年它就停。冬天，特别是冬天，冬天就缺水。今年本来就干旱。你看裤子是不是小的哟？裤子那时穿起还大，那个小的，你看嘛，长得好肥哟。小姑娘最近长得也壮实起来。那裤子个小的哟，要扯哈？才两个月，那个那么壮实了。裤子个短的。小狗子。好，现在妈妈过来，来来。哎，干饭的，要干饭的，是吧？走，扯哈。现在好在了。多苦又不劳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我们拿去，拿个灯灯从外头去。晒晒太阳，补下钙。啊，你钙钙不钙不钙不钙，回来了啊。嗯。小狗狗来，嗯，小猪猪，小狗狗，小猪猪，小狗狗，猪猪。小狗狗，猪猪，我请来搞活，请来晒一下。小狗狗，猪猪，猪猪，你看那个线，我看到看到长活，嘿嘿嘿，长得快，起来了呀，起来发抖，妈耶，那起来一会儿都不能扭回，嘿嘿嘿嘿，没得点儿，也想行不是没得。
来把它拔出来了。拔不出来。拔出来。哎，滑了的。拔的不难，还是不难。我还是好的，那个一个要30天。那边是石头很老整的，我说滑不去，你那个鼻子切路还。我也来摸。你看那么看的哦。摸。你摸到我的衣头。门口门口两个。门口两个给你摸呀。嗯。哎，你。啊。那个要落了。嗯。难勾。你们那个牙齿，三颗牙齿要落到那个松大。要是30几岁的牙齿落到那么牛，老到那么多，只是缺钙，有一个牙齿落是。哪个晓得？换这个松的呀。牙齿松它是属于缺钙噻。缺钙呀。嗯。就那个，干脆给他拔吧。30几岁啷么可能落牙齿哦？两个又没虫。去拔到俺那个假牙齿。拔那是就是未来能不能拔牙？拔牙要打麻药，那个痛得了啊！拔牙。关键是骑么子也不方便，骑么子骑不得的嘛。你吃点东西也吃都吃不下去，熬了不动两个。那个走，你走就。30几岁掉牙齿，我是第一次见哈。那个松的呀。你老妈30几岁掉牙齿啊，小宝贝，那么了哦。等你长大了，他牙齿就掉空了。那个老太婆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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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，哎呀。哎，再见了。啊。你是缺钙。缺钙呀。我也不长牙齿，缺么子钙哟？那长牙齿缺钙嘛，也长不起哟。啥啥原因了？不晓得什么原因。嗯啊，那个松大，还有那个板牙也叫松大。拔也不能拔，吃点么子，硬些东西吃不动了，吃老太婆的，30几岁变成老太婆了。那个楼梯柱牙齿都好好的，提前记住冰年期了，冰年期再也不掉牙齿，老的是，功能衰竭的是。30几岁我们到更年期了，提前更年期了，那不可能。嗯，我的牙齿那个功能给衰竭了。缺钙。就要买点钙补下去。你牙齿往以前不那么好看，现在好丑的很，越长越丑。这两个牙齿门牙掉的是丑，到时候两个去拔牙好点。我不要去，俺两个半夜那个假牙，掉到半夜假牙嘛。